虽然无在你身边陪伴你，真是。这是俊宏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。因为我较早比赛时嘛是拢伫台北比赛嘛，所有活动拢伫台北。然后我若是要录影的时阵，我就会喊我妈妈坐车坐马车先去台北，因为台北录影的时间我拢足早的去 stand by 啊，所以我拢去台北，两个人去台北过暝。然后到录影了拢差不多三更半暝啊，搁坐马车在高雄。这个等于高雄。是，你是惊厝的人知影还是安怎？无，迄个时阵细汉的时阵是拢妈妈带我去，妈妈带你来是。啊，尾也参加迄个另外一台比赛时阵，迄阵几岁？哦，迄个时阵大概二十几岁，退伍啊。听讲你偷走的吼？迄时阵嘛是妈妈拢会陪我去比赛，是。然后我迄个时阵了参加阮豪记唱片公司，是。哦，大概三四年的时间，伫个咱这音乐界，都还闯不出什么好的成绩。所以我迄个时候我就想讲，啊无，我就对高雄搬起来台北，伫个台北认真打拼，归档啊。其实我伫个音乐界这么久的时间，我拄到真侪少年人，伊为着家己的理想甲希望，其实放弃着原来伊故乡的迄个工课哦。有时啊，爸母嘛感觉讲，啊已经去遮侪年啊，你真正敢有找到家己的迄条路？是。听人讲，俊宏曾经因为辛苦无啥钱。家己车袂掉，我想讲要起来台北打拼，是，然后伫台北一定爱有开销嘛，一定爱租厝嘛，但是我唔敢甲阮爸爸妈妈讲，都唔敢讲，因为这边讲，你要甲爸爸妈妈讲，第一爸爸妈妈会烦的，第二，我即马三十通岁啊，三十年拢唔捌离开高雄爸爸的身边，拢伫高雄的厝内底，啊，真惊因烦恼，但是。真惊烦恼，哥，我那是我想讲，那是要离开高雄迄一天，喊爸爸妈妈说再见的时候，迄时阵内挂依依不舍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的甲车卖掉，有一寡钱，然后连夜连夜，好，把我款款的，真正先斩后奏了，对，先来台北，先来台北，然后厝先做好势伫台北。然后有一个生活了，我卡甲阮爸爸妈妈讲，我要搬开台北。但是安尼开销敢袂贵？一开始是会贵啦，但是后来爸爸妈妈知影了，爸爸妈妈嘛是够继续甲我支持。寄钱互你？那是我生活，那是卡过袂过的时阵。即马够有无？即马有较好啊无？有较好啊啦，但是嘛无讲完全讲个过过。是对，你无钱的时阵是你讲，还是家己提钱给你？爸爸妈妈拢，我拢会固定打电话爸爸妈妈。然后他们问对不对？对，你现在身上的钱够吗？咱当然嘛是讲啊，可以塞啦，安怎？但是我妈妈拢会偷偷寄一寡钱给我。唔敢这个惊，你看嘛，对啊，天下父母心。我听到俊宏的故事吼，伊爸爸妈妈其实真支持，甚至寄钱给伊，拿出水等等。你即马透过电视机。甲爸爸妈妈恭喜下就好。爸爸妈妈，谢谢。因为我伫两年前大概要中秋节时阵，我离开高雄，所以我有做些话想要甲恁讲，但是我嘛唔知影咩伫恁的面前讲出来互恁听，所以我伫迄个时阵，中秋节时阵，我伫台北。写一首歌，要来送给恁两个，是叫做《新买的爸妈》。新买的爸妈，我甲我所有的话拢写伫这首歌内底。是，所以即卖咱叫请电视机头前，正同爸爸妈妈听这首歌。恁好，我现在要感谢恁所写的歌，《新买的爸妈》。谢谢。最近敢有安怎？隔壁
甘搁会差，莫搁烦恼我，我袂像较早，等我若找有伴，紧予恁抱孙仔。爸爸，心爱的妈妈，我袂辜负你辛苦牵阮甲阮吃，啊，心爱的爸爸，心爱的妈妈。最美的愿望就是紧回来陪伴恁啦。今夜的月亮特别圆，不知爸爸妈妈恁敢有看见？异乡的我虽然无恁身边陪伴恁，真心这是俊宏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。妈妈来到现场，对囡仔的愿望，对我囡仔的期待，大家也掌声给我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啊，拄则是为电视机头前讲，即马当面甲爸爸妈妈讲话。爸爸妈妈，我因为我吼算离开高雄的时阵。无算我偷偷啊离开的，所以无甲恁讲。我感觉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无甲恁讲一声歹势，所以我伫遮，我甲恁讲一声歹势。但是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拍拼。伫这几年来，我一定会拍拼。但是嘛，希望爸爸妈妈的身体一定爱健康，因为就像我歌词内底所写的呢，恁的年岁已经大。我就希望我伫个这几年得当成功，得来陪伴你，这是我一直坚持上水的愿望。谢谢。好，再拜早日成功。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。